在家零成本和男朋友一起拍超甜生活感情绿照，对镜自拍傻站着，尴尬又邋遢，让男朋友向前走一步，露出肩膀，放大画面，避开杂物，牵手来一张，靠肩撒娇，再来一张，高级秀恩爱，一起坐着手足无措，指挥比耶。坐到地上，没人帮你们拍，就用手机支架打开定时拍摄，用临时挡脸对上。坐着摆拍太刻意，连贯动作三连拍，拼图超有故事感。沙发还能躺着拍，拉到自己喜欢的画面大小，打开视频录制，自然的甜蜜互动，在视频里截图喜欢的瞬间，拼图甜蜜爆表，超自然。把手机放到冰箱里，打开定时拍摄，男生开冰箱来一张，一起拿东西来一张，男友从背后环绕再拍一张，生活感满满。晚上一起看个电影，把手机立在后方录制视频，看到浪漫的情节也来接个吻吧，超浪漫，氛围感拉满。在床上可不能呆坐着，还是点开录制视频，两个人用枕头对打，视频截图总有惊喜，枕头顶在头上，和你一起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。盖上被子，不开车别想歪，躲在被子里露出小脑袋，可可爱爱。坐起来靠在一起，奇奇怪怪，男生坐到女生后面，被子一起盖下来，连被子都是爱你的形状。最后躺在床上，把手机支架放在两个人中间，点开视频录制，看镜头或相拥而眠，没什么比在你怀里入睡更幸福的事情。滤镜参数给大家放在这里了，快点截图，快写起来，把生活里的小甜蜜拍出故事感，记得点赞鼓励我哟。喜欢的话还有更多同系列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